领导注意我们，看到七十七号。 别搞笑了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不要现在玩。
Thank you.
是转运吧啊。他那天跟我要，我没给他，然后他过了两天当面来找我要，那太不方便。增加吗？没有，让他增加他也不增加。Thank you.
我来劝他。走了，好不啦？他怎么忘记了？我吃的时候上那个胶糕的。